月第一天啊，用 E 类函数，向右的话，它就每个月第一天啊。那栏宽不足就自己再拉一下啦，就是把它设定栏宽自动调整也可以啊。然后这个 A2 加一，不过底下会产生那个我们不需要的这个这个月份啊。那当然要怎么样把它删除最快？其实方法很多啦，就是我直觉想到应该就是用那个 if 的判月份啊，这个是比较直觉，所以先把 A2 先剪下来好了，大家也可以用到。插入一个逻辑什么呢？哎，判时。先抓什么？哎，先抓那个慢时，哎，慢时啊，先抓那个A2 的那部分哈，按到那个，好，慢时，前刮弧啊，A2 先把它抓过来，然后呢，不等于化小于大于 A2 加一，所以我这边啊，干脆复制贴，来后面加一好了，OK，加了一之后呢，如果不相等的话，啊，这个逻辑叫。如果上一个储存格跟后面产生的那个月份不相同的话，那理论上我就不要输出，就空啊。如果处，反之就刚刚一样，就是 A2 加一啊，所以 A2 再加，就跟刚刚一样，没有想。OK，好，这样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那基本上，当然向下、向右，这个一月应该有影响，月比较会有影响。月的话，你会发现3月1号跟28不一样，所以怎么可以它会删掉，这底下因为抓不到，里面有错误。那所以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再来把那外面的部分再剪下，然后不要等号，它放在那个 if l 里面，把它贴上。它如果有错的话呢，就是空串，这样 OK 了。但是你是用那个2003的版本啊，那很抱歉，你可能只能用 if 加 is l 啊，那变比较麻烦一点。不过也是可以做出来哈，OK，确定向下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，你会发现它就过滤掉了。那它向，OK，其他的部分应该就会一次就完成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当然我就是多加一个 if l。那如果说你的，这个版本是那个2003的话，我有把那 if 加上 is l 啊，OK。再这样，不过你看公式会比较长一点点啊，当然也是我说以前的我这个也是2003也可以 OK 啦，只是我觉得比较麻烦哦，OK，但没什么差别。接下来就是格式完那个日期，如果最后做完，我希望礼拜六一个颜色，什么颜色？取是深那个绿色，然后一个底色的话，假设是浅的绿色这样的，然后礼拜天的话呢是那个红色是。加上黄色的底好了，这样子。当然你不可能一年52周，你就52次吧？啊，那每一个人都不是疯了啊？OK，要比较快的办法，你可以用那个设定格式条件做。那设定格式条件里面的话有新的规则，不过特别有啊，上面这些都不是，直接移动到使用公式来决定，因为我们要能够抓里面资料，判断是否是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一定要公式。那这公式其实来源是函数了，我们的进函数，内函数里面。那做一，记得哈，请你先把整个范围告诉他。所谓的范围，你要设定格式，你不能只有选其中一个，因为它只会帮格式帮那个出格。我要格式是整个，整个的话是所有有日期的地方。所以放 A2，整个选取习惯是 Ctrl Shift 向右、向下。这样比较快，Ctrl Shift 的向左哦，是向右选取，向下是向下，那这样整全部就整全，所以一般呢，如果你要整个选取某一个资料的范围哈，最快的方法，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，那你也可以自己拉啊，不过之后拉过头反而会比较麻烦啊，所以 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，然后呢，第一个选完之后，第二个设定的重要条件，新的一个规则，用公来决定，公式的话就刚刚用那个对，不过特别啊，这里哈，其实你可以用。函数的公式，但是很抱歉，它这个地方没有法像在这编辑列可以插入，选，它要自己打上去的，所以可能要自己稍微把那个函数要背起来哦，要记来。weekday 还好哦，weekday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要告诉他说你的储存格的起始位置，这是这个范围哪一个左上角，你要从哪一个位置开始，它有点像自动帮跑回一圈，从第一个储存格抓过来判断。第二个出生抓过来判断，一直到最后一个，横向先跑完，
每一个每一个好，那我们其实是 A 2所以 A 2告诉他不等于什么，等于哎，不要0.67好哈、哦。那设定格式化的话呢，是深绿色的，填满就底色，是浅绿按去，现在就格式了。那我是建议你把公式先复制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公式等一下哈、哦，贴满礼拜天呢，改个就好了。OK，按个去，哎，礼拜格式好了。再来呢？ 新增第二个规则，一样公式，把刚刚的那个公式转做 VT 3改个一，一的话就礼拜天嘛，我之前讲，美国人设计的格式呢，选择填满是黄色的，字的话呢是红色，OK， 好，格式，按个确定，哎，全部转了，OK， 可以利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呢。 配合什么公式，其实可以做出很多花样的。这个地方哈，当然可以自己写程式，不过我是觉得有，你就用它的功，很快做出来。那用公式就是一个逻辑判断，如果那个逻辑判断为错的时候，它才会去格式化，反之就不格式化哈。OK，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部分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一整年哦，你会发现，马上呢，他就帮我把那个礼拜六、礼拜天。 做一格式化的部分哦，OK， 来试一下。那这个年呢，我想这样很快可以把它做完。但是其实当然哦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再延伸的啦。是因为我们时间，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试一下。第一个当然用 VBA， 这个可能之前有人问过说，老师，如果行事历我一定需要插入空白列嘛？对吗？这边不是有很多，比如说每一个日期下方，你需要一个空白储存格，让它提醒事嘛？ 可是问题这么多，你总可能土法列嘛，一个一个班插入空白，对不对？那你可能，哎，插入可能，哎，那31天那31个空白列，那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？插入空白列，哦，可以，但你也可以想想看，可以用不显示的，那也可以显示的。写程式的话呢，其实只有3行，一个回圈，加 row，row开始，rows，rows物件的列嘛，啊，列物件，一个方法叫 insert，insert 就是插入一个一列了，OK， 那你把一长按个回圈全部帮你跑完，不过要显示，但如果写程式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？其实我在有时候逛书店哦，哎，看到一些好好的方法，它因为工作里面难免会需要空白列嘛，用了一个方法很好玩，一是啊，直接在第一栏前面插入一栏。 然后呢，给它编号，它的编号，其实刚开始很久，后来终于知道它一到按Ctrl键到底下一到31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把这个先删，把这底说明删掉。再到这边呢，在一到Ctrl按住，再拉到下面一到多少？在31。后呢，利用 A 栏去做什么？重新排序。好，排序的话呢，这边不是有资料排序吗？ 然后呢，利用什么？用这个，我前面是编号 number， 然后呢，利用 number 排序，由小到大按决定。但排序前要注意哦，因为我们公式是到上面储存格，所以你需要什么？在排之前，哎 ，Ctrl Shift 向右向下 ，Ctrl C， 再选择性贴上，按右键选择贴上，10。对。 这个时候呢，才能够重新排序。好、哦，排序的话呢，资料里面的排序用 number 来排。哎，这个肉不是有空列列哈，然后在这个 A 栏删除，这样你会有一个空白了。OK， 这个是不写的，应该可以懂逻辑。啊，这个是不是翻数？对，哎，这是方法，可是也是有点麻烦哦。那我的习惯写程式，那程式的话就是用我刚刚讲用那个 rows 键。 它的 insert 的方法，但是你跑一个回圈，就把它一个一个帮你全部插入空白列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不能再来补充，反正这都延伸的，结构里面呢、啊、都是活的，问题可发生。所以你如果懂得每一个物件的使用的话，那可以很快给问题解决掉。啊、哦，所以各位先试一下这个排序啊、哦，有兴趣同志可以玩玩看哦。其实这个还蛮好的一个方法。 那有时候，隔壁重庆南路上面嘛，反正电脑书，那你站着翻一翻，有时候。